在新北中和景安捷运站外，其实假日一早人潮稀稀落落，就是因为市府将中和区归类为热区。那以景田路来说，其实它有捷运站之外，其实它过个马路前方就有连锁的药妆店以及还有卖场，也因此呢现在也是被归类为群聚的热点。对此市府也针对中和区框列出8个重热里，但重热里到底在哪里，民众不撒撒，带你听听现场最新的访问。我觉得危险地区应该还是要公布一下，不然不小心进去好像有点就是对啊，自己会怕怕的。市府没有公布哪里是重热里，民众也相当恐慌，就怕自己踩进地雷区。那其实呢，市府也针对新北市做出了一些相当的规划，像是呢重热里就包含了28个里，以板桥区来说有7个里，中和区则是里数最多。另外三重区、新庄区、新店区、永和区以及土城区也都被框列在此。对此呢，新北市长侯友宜也表示，其实要民众不用太过担心，因为都会透过里长用广播的方式来提醒民众去筛检，也希望民众不要过度恐慌。